上次不肯还给我，我都每学期没上过班了。不行，按时间提一次，我把你押回来。服务员点菜，我们今天的特色菜是小美天天相亲快还我体育课。拿错菜单了吗？小帅，你怎么解释？不是第一次相亲，主任，你居然骗了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骗了。小帅，你快回来。哎，美女，我不介意你相亲过多少次，能否请你看个电影？走走，现在就去。请问是什么电影？小品导演最新上映的谍战动作片小美怒抢八十节体育课。烦死了！接下来我还有一百套计划，一个都不会来。小品，你可不要绕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亲爱的，我还想上课。别说八十节课，就算八百节课，我也心甘情愿让你。